我定要救你，静儿不要，静儿，世界万万不可！若舍了仙人法相，从此便与凡人无异，这千年的修行也将毁于一旦啊！若真的为了救天下苍生，命都可以不要，我若是见死不救，我要这仙人法相还有何用？ 也许上天安排我与他相遇，就是为了让我助他重塑神魂。可是季若晨的心思你该明白，你做再多，他最终还是会辜负你。为了他，这样值得吗？回不了仙界，我就在这红尘之中了却此生。晴儿。